啊？哦，我卡住了，没关系，没什么能阻挡我，再试一次吧。真恶心，这里看起来很适合玩呢，看我进去了。还真扫兴，还以为会有什么嘞，我哪里做错了？纯卡，我闪了。啊，什么声音啊？怎么回事？不会吧？天哪，真不敢相信，是精灵球，真不可思议。哇哦，皮卡皮卡。啊，我认得这声音，代表有新的宝可梦可抓了，没时间浪费了，真期待，得走了，得处于最佳状态才行，需要的东西都有了，可不能忘了你。该往哪走呢？那边应该是这方向吧，得往这边去。在哪呢？希望我没迷路。哎呀，黑子，嘿，别挡路了，不远了，就在前面，很靠近了。啊，哇，我才不要进去嘞，但我找到他了，我等你很久了，今天很美好吧？他真美，瞧我这招。嘿，别走啊。该走了，可不能被他抓到，慢一点啊，来抓我，看我的。嘿，人家今天洗过澡嘞，你别动啊。哇，差一点，抓到你了。讨厌，我成功了，我抓到一只了。嘿，看招。哦，这可真没品，你想玩阴的哈，那来点刺激的吧。地震，我要吐了，看你学不学乖。好啦，抱歉嘛，这书真无聊。哦，这真可爱，真可爱的小猫。你在学校干嘛呢？等等，你想玩吗？来抓这个吧。乖啊，您等什么呢？你真无聊啊。这我可没料到。你得帮我，快看，你找外援来了，看招吧。好啊，这正常吗？小心。好险。等等，我有了，我可以用这盆栽。我们该怎么办？你跑哪去了？朱莉，朱莉，你在这啊？你在干嘛？干嘛啦？嗨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在躲藏啊。你才没有。哦，有美丽花朵，这真是完美伪装。那边是怎样？乖啊，安静点。哈，盆栽，但花看起来真美，他们让我真开心。哈，好开心，这树长得真逗趣，真想抓一抓。拜托别啊，这超痛的。这什么味道啊？算了，来留点记号吧。很好，真舒爽。不，一点也不。拜托停啊，宝可梦竟然尿在我身上，我怎么这么衰啊？妈会气爆的。是你，现在我们完了，得使出精灵球了，看招。抓到他了，也没多难嘛。哦，谢啦，但我才不想要。好吧，那你是我的了。明明附近有宝可梦的，但就是找不到。好吧，我也没啥办法，那就休息一下吧。等等，这什么味道？
我后面有东西吗？哇哦，这哪来的？它危险吗？我得查一下，来看看啊。啊？什么？哇哦，真不敢相信，今天真幸运，看我帅一下。哇！耶，正中目标，比我想的还要简单呢，成功了。我担心什么？今天真累，但超值得的。来仔细看看你啊，哇哦，瞧他睡的样子真平静，他就只会睡吗？嘿，我不是什么抱枕，放开我，我认真的，我还以为会更有趣呢，他就只会打呼，真令人失望。那我吃个零食吧。啊，睡得真饱哦，那看起来真棒，给我了。嗯，真好吃，你喜欢这个啊？等等，我马上回来。哦，吃光了，还是好饿啊，得多找点食物，这里肯定有东西吃。有哎，那该从哪开始呢？饼干。哦耶，这真不错，我不客气了。这里面有啥呢？哦，这真有趣，我就试试了。有点脆，但还不错哦。还有什么呢？麦片，耶，给我给我给我。哦耶，这真棒，再来一点，人类的食物最棒了。嗯，真多汁，整个会上瘾呢。这真平淡，得加点味道才行。嘿，我回来了，我们可以吃完了。你是对我丢香蕉吗？等等，你干嘛这样看着我？别过来，别动，我想要这个啊，一点都不能浪费呢。哎呦，还是能吃了。我看了什么啊？得做点什么，他得回精灵球里。不，有够诡异的，但至少结束了。你好好待在里面啊，我得把这里清一清，瞧这团乱，可不能让妈看到，最好开始打扫了。进去球里。舒爽多了。怎么回事？哦，我头发刚抓好哎，这是你的杰作。哎，你说什么？不然看个影片好了。啊，真讨厌，没电了，手边还没有充电器。别担心，我来处理。这安全吗？谁管嘞？反正电量满了。是超赞的，等等，我帮你拍张照啊。我整个看不清楚哎，里面真暗，我开个灯啊。啊，灯泡肯定坏了，总是这样。你过去点啊。没有你我该怎么办啊？嘿，我很乐意帮忙。来运动吧。啊，再试一次啊。这比乍看之下还要难呢，我不跳了。等等，我有了。哎，你能帮我一下吗？我想运动。哦，好哎，这真棒。小心一抓，你继续啊。这样好多了，这真有用的。啥鬼啊，我的屁屁，你干嘛啦？我裤子都破了。嗯，看起来真好吃，但面包有点软，就是。能帮我烤这面包吗？当然，要平时跟我说。继续。没问题，看我加热。我就开动了。真真好笑。他跑哪儿去了？哦哦，
够了，你给我进精灵球里去。你得先抓到我嘞。你说什么？谁叫你毁了我的三明治？我超爱这个的，就把它放回架上喽。我的小可爱今天怎么样啊？啊，终于可以来揭晓性别了，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呢？快点揭晓吧。超级大声的，哇哈，好兴奋呢，真的好好玩哦。等等，是个娃娃哎，皮卡丘，真令人开心哎。等一下，怎么回事啊？不会的，这不会是真的吧？嘿，妈咪，那你有食物吗？真的很有趣呢。嘿，芭比，你今天好吗？我得来准备一下了，笔记本带了，我的铅笔呢？还以为我有带呢。我知道了，芭比总是有多的笔。让我想想看。等等，我有了。好闺蜜，可以借我一支笔吗？我的笔又不见了。好啊，没问题，这边就有一支，拿去吧。谢谢，那我赶快开始吧。这题我知道。哎，真难哎，早知道该努力温习才对。接下来呢？啊哈，嘿嘿。啊，是铅笔变小了，还是我变巨人了？这怎么用了？芭比，可以借我另外一支笔吗？好啊，这个给你。等等，你在干嘛？我在想答案啊，这可以帮我集中注意力。真好吃，你看起来好像海狸一样，快停吧，给我了。现在是怎么样了？我的铅笔你不准碰，那我怎么做功课啊？你别情绪勒索我了。等一下，我有办法了，我可以自己做一个铅笔帽啊，可以用这个海绵纸呢。赶快来动手吧，把两端粘在一起变成一个圈圈，然后在边边挤上热熔胶，接着拿一块圆形的塑胶片来放在海绵纸的上面，粘好了以后就可以把海绵纸翻过来，接着拿出黄色的亮片撒一点在圆圈里面，然后盖上另外一张塑胶片，可以来发挥想象力咯。首先要在塑胶片上画一个脸，然后在圆圈下方贴上一小段海绵管子，这就是套铅笔的地方。看起来很像某人哦，和我想象的一模一样呢。我有东西给你哦，我猜你会喜欢的。你做给我的？哇哦，我觉得自己好特别，谢谢，真漂亮。我也该做个东西给芭比呢，做什么好呢？一定要又甜蜜又发自内心。啊哈，我的巧克力米，这肯定可以，用糖果一定没错。要把它们和我的口香糖混在一起。好了，可以进行下一个步骤了，我得吹个泡泡。好漂亮哦。好哦。等一下，我需要你的铅笔，给我一秒钟。天嘞，你喜欢吗？我知道，超神奇的，我要把它送给你。我的天哪，好喜欢哦，超可爱的，和我一样的。好啊，可以继续写这份无聊的功课了。今天真是辛苦。嗨，芭比，你不会相信发生了什么事的。哇哦！嘿，小心点了。哎呀，这是什么啊？这是在开玩笑吗？超级无敌恶的。对啊，我刚刚在我的储物柜，然后 Kevin 在……等等，我要打喷嚏了。最讨厌这样了。算了，没人会注意到的，有太多事比这糟糕，所以我被他的笑话逗笑了，而且对他蛮有好感的。我什么也不会做哎。又来了，好吧，不过你最好快点，别让别人看到哦，快点啦，快点啊。什么？你这是在开玩笑吧？你做了什么好事啊？这是洋芋片的碎屑吗？哦，抱歉，你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。你想要吗？不要啊，那我找自己吃咯。可以提醒我我们为什么是朋友吗？我就吃这包巧克力来安慰自己吧。哦，我又搞砸了是不是？真的很对不起。等一下，那个巧克力糖看起来超美味的，这给了我一个想法哦，不用太久的。首先要拿一个口红胶出来，将胶水涂在整个笔记本上，然后贴上一张卡纸，记得要贴平贴好，不要有皱褶。另外一边也一样，要确保它有粘紧粘好，再用卡纸剪出几个小方形，我们要在卡片上留下折痕，并把它变成一个盒子，在每一边都挤上一点胶水，然后加上另外一张卡纸，
翻盖压入卡纸中，这样所有东西才会固定好。我需要更多小盒子，不过只需要铺满笔记本的上半部就好。接着在笔记本的下半部放一张蓝色的卡纸，在上面加个可爱的脸蛋。接着把一张锡箔纸揉成一团，把它捏成一个细细的长方形，然后在上面挤上胶水，应该够了。把它粘在笔记本上，应该差不多了。是不是很像一包巧克力啊？看得肚子都饿了。嘿，你看这个，你的笔记本真的非常对不起，是给我的，也太完美了吧！你太了解我了，我得礼尚往来才行。我好像有点子了，我需要这个黄色的海绵纸，用卡纸模板画出两个耳朵，然后把它们描出来。弄好了以后，就可以把它们剪下来了。接着拿一张黄色的布织布，把笔记本放在上面。我将顶部的边缘挤出两条线，然后把耳朵贴在那儿。接着把笔记本打开，然后在内部涂上胶水，把布织布折进来，并把布贴在里面。拿两个粉红色的圆形布织布做脸颊，然后把脸的其他部位画上去，加上鼻子和眼睛，还有一个又大又开心的笑容。你看我做了什么？是给你的，好像在照镜子一样哎。哇哦，又软又舒服呢，真酷哎！我的笔记本让我超饿的，看起来都快可以吃了。哇哦，这幅画开始慢慢成型了呢。啊，这里好安静哦，甚至有点太安静了。啊，原来如此，皮卡丘又躲起来了。嘿，我知道你在里面哦，快出来吧，还有很多事情得做呢。怎么回事啊？人家只不过想睡一下，芭比有时候真的很烦呢。不要不理我嘛，你非要这样是吗？我也不想这么做。好困哦。嘿，你今天还好吗？哦，我都忘了要上美术课了，我的最佳杰作马上就要诞生了，但我需要一点灵感，什么也想不到呢。也许我该先睡一下。等等，好像有了，看起来一定很棒的。先把一张纸折几下，我要画个宝贝球，在折痕的上半部画个半圆形，然后在它中间加上一个小的半圆形，在纸的下半部重复同样的动作。现在把纸打开，在下面的部分画一张超大的脸，这会是一幅自画像，画上两只手和耳朵，还有脸部的其他部分。接着要来上色咯，当然我们会用黄色，只要不画出界就好了。脸颊用红色的，舌头是粉红色的，然后我需要帮宝贝球上色，只要涂上半部就好，留个小椭圆形，不要涂，好像反光一样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现在把纸折回去，图片盖起来，玩一整天都行哎，等不及给芭比看了。芭比，你得看看这个。哇哦，好聪明哦，我很惊艳呢。等等，那什么？你有看到吧？上面有一条铅笔痕呢。一条什么？哦不，怎么会这样啊？我美丽的创作就这样毁了。别哭了，没事的，我有办法，不过我需要一点帮忙。该选哪个好啊？选你好了，就是这样，在铅笔痕的地方走两步，有用呢，这鞋子真是又时尚又实用。哇哦，好像新的一样，你是怎么办到的啊？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吧，娃娃的鞋子可不是一开始就这么美丽哦。先把这个脱掉，他们需要改造一下。我有两个形状像鞋底的铅笔橡皮擦，在上面挤一点胶水，然后在胶水干掉之前把鞋子给贴上来，就这么简单，一对鞋子做好了。来吧，你试穿看看吧，大小刚刚好呢，你看起来超华丽的，我好嫉妒哦，要是我有那样的鞋子就好了，我们可以一起去购物啊。就是这样，抬头挺胸女孩。嘿、hey. 不错吧？哇哦，真的很令人吃惊呢，没有你我该怎么办？我想会把它挂在墙上。哦不，我知道了，真不敢相信我又睡过头了。等等，怎么就一支笔啊？哦，原来如此，昨天晚上我突然有很多艺术灵感，接下来东西都变得乱七八糟了。我可没时间收拾。这怎么跑进去的？我得走了，皮卡丘总是爱迟到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真是有史以来最酷的事。嘿，你看这个，我在铅笔上画了独角兽呢，一看到它就很开心。哇哦，从来没看过这样的东西，你真有创意，看看我的一团乱，要是我和你也一样整齐就好了。我想我天性就如此吧，可是也不一定非要这样嘛，我有主意了，得好好计划一下。没错，值得一试，我需要从档案夹上切一块下来，
在上面画上指导方针，然后用尺来协助弯曲和折叠，这样边边会很直，只要跟随指导方针就没错了，这样就简单多了。最后一边了，现在可以来组装了，把所有的部件都结合在一起，这些镜翼会将它们固定到位，不过还是有点平淡，加点个性好了。先从眼睛开始，然后在脸颊上画两个圆圈，快好了。哇哦，比想象中还好呢，有时候连我自己都觉得很惊讶。用来做铅笔盒刚刚好，你做的，我的笔再也不会乱七八糟了，我所需要的东西都在这里了，我之前怎么没有想到啊。我需要另外一支笔，幸好我知道它们在哪儿。我就是需要这个水瓶，我要用它来做个特别的东西，不过首先我需要我的 3D 笔。先从水瓶的瓶颈开始画，要连续不停地画一整圈，一整圈都画好了以后就开始往下画，然后一直重复，记得每条线之间的距离要一样，像这样。希望这熔胶别太快用完才好。画好了以后就开始画横线，要和这些直线垂直。你喜欢你的新家吗？你看起来很喜欢哦。嗨 Wendy， 抱歉，嗨，那是什么啊？是我新的 AirPod 啦，超可爱的。真不知道没有他们我该怎么过。可以借我看看吗？好吧，不过小心点哦。哇，超赞的，或许我也该买一对。去哪不？没事的，我捡我捡，就知道会搞成这样。看来有什么不对的吗？这裂缝一直都在吧？真的很抱歉，是不小心的。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？别哭啦，拜托，等一下，我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这个盒子马上就会变得比新的还要好看了。首先我需要热熔枪，先在盒子上画一条细细的线，应该可以了。然后我需要镊子，用它把小宝石夹起来粘在盒子上，这样手就不会弄得黏黏的。记得用不同的颜色，要交换着用，慢慢来，成品才会很完美。我可不希望 Wendy 会生气，不能再惹毛她了。贴好了以后再加上另外一行，尽量贴得整齐一点，成品一定色彩缤纷的。一直贴到盒子的最下方，然后开始贴旁边，要完全覆盖住白色的部分。最后一颗宝石了，哇哦！看看这家伙，真等不及给 Wendy 看了。你看我做了什么？是给你的新 AirPod 盒子，希望你喜欢。不会吧？你帮我做的？谢谢你 ，Gina。不如我们来听个音乐好了，给你吧。要听什么好呢？我最爱这首歌了。预备备。走吧，鲁神，走得好，小兔子。什么？你的腿怎么掉下来了？来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我还有很多其他的玩具可以玩。该选哪一个呢？这个看起来不错。不知道你里面有什么？哇哦，好多棉花哦，好像一朵软绵绵的云一样。Gina，我拿了饼干给你哦。Gina，你做了些什么？那可怜的恐龙。不。真是超好玩的！嘿，妈妈，你到底在干嘛？所有玩具都被毁了啦！我做了什么啊？我是一只怪兽！别哭了，别难过了，你先拿着这个，我马上回来哦。我会想到办法的。首先在纸上画出这个角色的不同版本，然后拿出 3D 笔把它填满，跟着外框描，这样就简单多了，而且画起来真有趣。好了，第一个画好了，接着要来画侧面的这个。同样的，也是照着外框描。现在可以进行下一个步骤了，我要把它们组装起来，把这两个部件结合在一起，变成一个框架，然后用 3D 笔把它完全填满，在框架中间画上一条条的短线，就好像帮衣服画着色一样。记得线条要紧密一点，一直重复直到全部填满，真是好玩哎。这比织毛线好玩多了，目前还不需要太完美，不过要尽量填满，这样等一下的步骤就会简单很多。我们的玩具还没有完工哦，还差一点点，这一边终于完成了，现在可以画对面的那一边了，这一边的动作也完全一样，画出平行的横线就好，越画越快了，超顺手的说。又完成另外一个部分了，然后要把连接的部位加强一下，多画个几层，接着要加上一些垂直的线，这样就不会有任何空隙了。
当然别忘了耳朵。好多了，慢慢开始成型了。现在把砂纸拿出来，用它来把塑胶磨平。哇哦，大家看，比我想象中还好呢。现在要来加点细节，把眼睛涂上黑色。我刚刚已经预留了两个凹洞，然后画另外一个，接着要换个颜色画脸颊。要是我也能这样化妆就好了，这个红色一定超适合我。现在我需要一支黑色的笔，用黑笔涂满耳朵的尖端，只要尖端的一小部分就好。还少了一样东西哦，是尾巴，把尾巴粘在后面，大功告成，看起来真不错。吉娜，我有东西要给你哦。真的吗？拿去吧。哇，太棒了，妈妈，我好喜欢哦。你看，怎么拉都拉不开呢？连用咬的都可以。哦，好好玩吧，亲爱的。我让你们俩慢慢玩吧，我要去看电视了。晚安，吉娜。什么声音啊？有谁在那边？肯定是我幻想出来的，我还是赶快睡觉吧。什么东西啦？很讨厌耶。走开，有种就现形啊。妈，怎么啦小甜心？我房间里有怪兽。没事的，什么东西也没有啦。有，我亲耳听到的，超可怕的。你很安全的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来把灯打开吧。谢谢妈。我的眼睛啊，根本睡不着。妈妈，你别走啦。怎么了？太亮了啦。抱歉，小甜心。等等，我好像有办法了。我需要用热熔胶，它从来不会让我失望。给我一分钟哦。要用这个心形的模具，把胶水挤在心形里面，要把心形填满，整个模具的心形都要，然后要等胶水变干。现在要把它们推出来，因为模具是细胶做的，所以很容易就脱模了。感觉真疗愈，哎，真令人放松。模具则不需要了。现在要把热熔枪加热，把枪嘴推进心形的中间，在中间弄出一个洞，所有的心形都一样，记得洞的大小要一致。全部弄好了，现在把仙女灯推进心形里，大小刚刚好呢，用不了太久的，看起来一定超棒的。真希望我有早一点想到，菊娜一定会很喜欢的，看起来真可爱。好了，现在可以把灯开开了。哇哦，太赞了！这真是最棒的夜灯了，谢谢妈妈，超级漂亮的。我也这么觉得呢，明天早上见喽。唉，这样好多了。好极了，等不及派对开始了呢，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呢。生日快乐！谢谢妈。你看这个，是给你的。哦，好大的雕像头哦，我一直都想要呢。就知道你会喜欢。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我开玩笑的啦，这才是你的礼物。哼，吓我一跳呢。哇，谢谢妈妈，我好喜欢哦。不过小心一点哦。我办事，你放心。可以去上学喽。哦，你脸上有个小污渍呢，这个我就自己留下了。哇，怎么敢相信妈妈送了这个给我，真是超棒的礼物，我想要一部新手机很久嘞。哦，看来我到学校了。嗨 Matthew， 你看我有什么。哦，这下不好了，看看我的手机，老妈一定会超生气的。我该怎么办啊，真是一场灾难哎。我可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才行。菊娜，你没事吧？我怕我会把手机掉下去，一定会摔坏的。没事的，我要买手机壳啊。不太符合我的风格。等等，我有个好主意了，我需要这个。你在干嘛？我要来把手机壳改造一下，先把密封胶倒进杯子里，应该够了。然后需要压克力颜料，加几滴在杯子里面，然后搅和一下，要混合均匀，应该不用太久的。我超爱这个颜色的。
起来真美。现在可以开始下一个步骤喽。拿一个挤花袋，把搅拌好的蜜蜂胶放进去，好像在装饰蛋糕一样。不过可不是用来吃的。这个杯子不需要了。用冰棒棍把混合物推到袋子下方，应该差不多喽。现在只要在袋子上绑个结就好了，要绑紧绑好哦。这样才不会一不小心就弄得到处都是。把袋子的尖头剪掉，不要剪太多哦，应该差不多了。然后就可以开始挤了。手机壳拿过来，我们要轻轻的挤袋子，挤出一个立体漩涡的形状，一直挤到手机壳最下方。记得所有漩涡要紧密一点，轻轻弹一下袋子，就会有个尖尖的头，这样看起来比较棒，我好喜欢哦。或许我该学习烘焙呢，可以用不同颜色的蜜蜂胶，不过我比较喜欢浅紫色，因为它给我非常放松的感觉。最后一排咯，现在要加上一个无尾熊，轻轻压一下才会粘得牢。小熊可以贴在脚脚边，这个要用镊子，我可不想前功尽弃。还需要再加几个动物，它们实在很可爱。现在用这些星星来填补空隙，应该差不多咯，只要等蜜蜂胶干了就行了。你觉得如何，老妈？很不错，对吧？哇哦，你真是个艺术家哎！肯定是遗传我的。哦，那么谢谢了。那么我们什么时候要吃蛋糕啊？好了，小乖乖，你上学的文具都在这，祝你上学开心，要乖哦。我会的。我哦，袋子破了，东西都掉在地上了。糟糕，小乖，没事，没关系，我来处理。看看啊，肯定有什么我能用的。我来解决问题的时候到了。跳人，专属于你的全新背包。哇哦，这太棒了！好，我要去上学了，放学回家见。好，小姐，今天上学想要哪个包包？不要那个，有个无趣，而且已经退流行了。你还要紫色小包，还是要金子做的这个？好。我今天就想要用这个，选得好 ，Emma 小姐，请拿吧。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。哼，幸好搞定了。妈妈，你看，姐姐要办派对。天哪，看起来很有趣呢。可是我需要有东西穿，对吧？好主意，这边应该有什么可以用的。看看这是什么？好像是蓝色的。看起来是一件旧上衣，穿穿看。嗯，好了，合身是个好的开始。不过上面的东西绝对要去掉。别动，拿我们可靠的吸尘器去除蜘蛛网。好，效果很好。转身，我要去后面，再一下下，然后，啊，把它关掉。嘿，等一下，这让我想到一个好主意。嗯，好啊，这里有发圈，来试试看。哦，我懂了，把它像这样放在吸尘器管子上，再用吸力整理头发，最后让发圈滑下来，很完美。我没绑过比这个更简单的双马尾了。耶，我觉得我可以参加派对了。妈妈，谢谢你帮忙，你最好了。好好玩呢。哦，等等，你忘了拿邀请卡。大家好，我来到派对了。哈？Annie 绑双马尾，Barry 也是，就连 Liam 也顶着两根。我绝对不随波逐流，我可是引领潮流的。喂，你是我的造型师，所以你得解决发型问题。好，我跟你派对见。幸好你来了。大家都绑双马尾。哦，哇，你说的对，就我们不行。不过别担心，我有办法解决一切问题。只要从上面分出一区头发。再做几次，另一边也照着做。好，现在这样就很漂亮了。不过我还没有做完，还得加点闪亮的。真的，我要在分线上加宝石，太棒了！看来我可以正式加入派对了。不会吧？你看 Emma， 她超美的。Liam，我说真的，你看看她。哦，Emma的派对妆超赞的。不知道我能不能做类似的东西，我有这些糖果，只要稍微舔一下，哦，掉下来了。看来
来那么适合我。我把东西放哪儿了？哎，老鼠！什么？老鼠？在家里？我的天哪！哦，我的上衣在这。哦，臭老鼠把它毁了，上面被咬了一个大洞了。妈，小乖，没事吧？老鼠吓到你了吗？没有，可是它毁了我最爱的红色上衣。天哪，确实是好大的一个洞。哈，但也许我可以无中生有啊。我们有个大洞，这个得解决。就这样，脚剪掉，就没了。现在要来处理剩下的部分，不过我得多剪几刀。别担心，没事的。我要沿着领边剪，把它也剪下来。好，我要沿着上衣中间剪下来，不过只剪前面，后面不剪。把边缘这样往上折，缝个皱褶。别担心，这很简单，只要拉在一起，再把线穿过去。好了，只要绑在前面，你就有可爱短上衣了。哇哦，妈，我觉得你会做的东西超厉害的。我好爱，谢谢。哦，还有呢，我可不想让你冷到。等一下，妈，披肩上面也有老鼠洞，那些蠢老鼠。哦，真的躲不过他们哈。那什么，老鼠，他跑了。什么？我把冰淇淋弄到上衣上了。啊，今天还能更惨吗？这下得换衣服了。看看吧，这些上衣感觉都不对。这边还有什么我可以穿的啊？谢天谢地，你在这里，真完美。我需要你帮忙。哦，我的天哪，这是紧急状况。我看看这里有什么能用的。哦，这件印花丝质上衣呢。哦耶，这个不错。嘿，你丢歪了。哎呀，我是要帮你穿，不是椅子。没有关系，还有另一件也行得通哦。哎，别当工友了，我的美貌不止如此。不好意思，别担心啦，我还有闪耀美丽动人的。那我自己来穿吧。就这样，不会再有炫裤子或美工友了。这样可以，来，我想这样应该够了。谢了，下次见喽。哼，有够累的，他丢衣服居然这么不准。现在沉得好多了，该上课了。就这样，放上这个可爱的气球装饰。好了，我来看看冰箱。瞧瞧吧，我知道我另外收了特餐啊，在这里。幸好我贴了标签，点蜡烛吧。Annie， 祝你生日快乐。啊，那是什么？怎么一回事？专为我办的惊喜吗？当然，生日快乐，许个愿吧。耶，我等不及要吃生日甘蓝了。我先撕开一片叶子，来。很好，很新鲜哎！我要再吃一层。亲爱的，生日快乐！我真高兴你喜欢。哦，送我的。我想我可以来一点。哇哦，看看我这一颗甘蓝中心有什么？一整颗糖果，这是最棒的生日了。还是柳橙口味的，我知道是你最爱的。没错，来，更棒的是跟你分享。最后收尾的缎带装饰好了。我看看，不知道哎，他会喜欢吗？生日快乐，亲爱的 Emma， 你的蛋糕。什么？我讨厌这个蛋糕，根本不是我要的。哦，不行，你可以改良吧。我看可以怎么办？应该吧。也许我可以改成在上面放装饰。来，坐好了，而且极其美味。肯定是不一样了，不知道他喜不喜欢。哦，蛋糕上加杯子蛋糕，我很爱。我的牙！妈，你怎么这样对我？哦，我的天哪！不不不，肯定有什么我们能做的。对了，他超级无敌爱新鲜水果。你肯定能用碗里的东西做点什么吧？对，当然，我毕竟是甜点师傅。我们常用的水果，事实上，饼干膜可以用来协助设计，运用在水果切片上，这样会格外特别。要是可以有星星跟花朵，谁还有无聊的水果啊？现在切好了，就可以装饰蛋糕了。幸好蛋糕上空间够把水果切片全摆上。蛋糕完成。好了，你觉得嘞？做得好，这肯定是蛋糕界的杰作。
亲爱的 Emma， 生日快乐！这是你的蛋糕。哇哦，我爱蛋糕，也爱新鲜水果。嗯，这个真好吃。啊，我的完美寿星值得最好的，生日快乐！哼，我准备好开始上课了。嘿，那些是我的铅笔，糟糕，全压扁了。这太夸张了，这样我要怎么摆得整齐？哦，那是我踩到的吗？哎呦，最好把我的马克笔跟书写工具拿出来吧。嗯，这些应该够我撑一天了。再来是笔记本跟资料夹。哼，也许可以放回去这里。我的天哪，它看起来真可悲。也许我可以帮他一把。嘿，安妮，来，你今天上课可以用这些。让我用？真的吗？哇，真是谢谢你，艾玛。不客气。咦，你看这些文具好棒哦。我有个好点子，我要把橡皮筋从资料夹封面拉过去，这样橡皮筋就会固定住文具了。你看，封面内侧甚至还能再放。哇哦，真的可以装很多，这样东西就能全部整齐又安全了。哦，安妮做得好，谢谢，但没有你我是做不到的。该来上课了，真谢谢你，艾玛。啊哈。对，我想塔可。啊，那什么？是什么吵醒我？等一下，有人在我房间，强盗，我要怎么办？要躲吗？那样我应该可以安然度过。等等，我才不要让他们这样拿走我的东西。我测试打人技巧的时候到了，只要让我再靠近一点点。哈！哦，不不不不不！哈！我逮到你了，你这臭贼，想抢我？你手绑起来就什么也偷不了了吧？我很棒，扭转局势。等一下，出城胆子！糟糕，我好像犯了大错。那根本不是盗贼，只是家事人员。我来帮你站起来，真是不好意思哎。来，我帮你撕掉嘴上的胶带。我猜你想要拿回这个。太多松鼠了，不，他们偷我的坚果。啊，这怎么声音啊？我知道我有听到什么，我好像应该查看一下以防万一。我得偷偷摸摸溜进客厅。啊，什么？我的天哪，家里居然有强盗。这也太可笑了吧。糟糕，我被抓到了，请别开枪，我保证默默离开，我不想伤害任何人。我的天哪，能想象有贼要从这里偷东西吗？我很久没有听过这么爆笑的事了。去啊，继续找，我还真有兴趣要看你找得到什么。随便啦，这里肯定有什么好东西的吧。啊，你开我玩笑吧，干脆小水壶也检查。没有，大老远来这里为的是什么啊？你说的对，这里完全没有东西值得偷。对，我就讲没东西，我可不抱歉哦。哎，我都不好意思了，你一定很穷哦。我觉得你可能过得比我还要糟。来，这我的糖果送你吧。啊，我的最爱，强盗，谢了。有一次我真的得击退一个大个头，他有大概2米高哎。你在里面好不好啊，宝贝？哦，嗨吗？嗨，看我拿了什么来？整颗西瓜，这不是要吃的，不是，这是练习用的。来，你可不试试把西瓜当宝宝包？只要像这样折起来，这样就行了。西瓜宝宝包好了。哇哦，还真好，不止这样哦。哦，你在吃西瓜宝宝？对，嗯，我现在就很饿。啊，看来剩下的宝宝课程就不用了。好，根据影片呢，我毯子得像这样折。从头来一次。大家好，我要教你们怎么包宝宝。你要把毯子折成三角形，然后还要宝宝啦。先用这娃娃代替，把宝宝放在中间，然后把底折起来。接下来把其中一边折到中间来。太好了，我闷死宝宝了。你要确定先折一边，再换另外一边，然后宝宝就会像这样包好了。哒啦，宝宝在此，看起来很舒服吧？在摇或抱着走的时候也能保护安全。好，假如我像这样包上来，再折进去，这边折下来一点，是吧？然后就可以摇宝宝了。我得打电话。啊，我好像有电话进来，等一下。喂，需要什么协助？
哎，没错，当然，我马上过来。太好了，我只要等着。哦，他来了。你好，好的，我来帮你亲身教学。你的宝宝在这。哦，我蛮饿的，宝宝肯定也饿了。哦，下面那个是什么？香蕉皮，走运了。这可不好。可恶，肯定有什么别的吧。宝宝来，我们去看冰箱，找找看有什么。嗯，哦，我没看到有什么。不，这里什么都没有，完全是空的。我得要找点别的。哦耶，我超级在吃这个的。不好意思，你好，你愿意分享食物吗？啊，好啊，当然，拿去吧，这个给你吃。哇哦，真的谢谢你，宝宝，你看，一整罐都给我们。真的很不错吧？来，汽水也可以分你。哦，不用了，谢谢。孕肚自拍时间，怀孕真的让我肌肤容光焕发呢。哦，哎呦，我突然超饿的。宝宝啊，我想你肯定也饿了，这得处理一下。我很快打个电话就搞定了。对，我跟宝宝需要东西吃，尽快。嗯，小姐，你订的东西，这包也是。太好了，退下吧。嗯，这味道香喷喷。来看看呢、哦。啊，我有寿司，不过没生鱼，保护宝宝安全。当然还有杯子蛋糕，因为干嘛不吃啊？然后还有草莓塔跟披萨和苹果。太好了，我终于准备开动了。要从哪开始呢？嗯，起司、甜点、披萨。我都不想吃。嗯，那是什么？哦，枕头上有一片饼干，过来。嗯，好香哦，这正是我想吃的。哈？等等，那些人就直接拿罐头起来吃。哦，哇哦，我从这边就闻得到，这也太香了。喂，现在马上过来，我要你做一件事。不好意思，这个现在是我的了。小姐，请用，我把罐头鱼拿来了。太好了，嗯，好香哦。啊，这正是我渴望的。嗯，这些洋芋片不错，我喜欢。嗯，不行，你不能只是这样躺着，你得运动。洋芋片拿来，你改成拿哑铃。不对，这样不够，你还得举起来，要用肌肉。快点啦，你得举哑铃，上下，就像这样，就会练出肌肉。啊，这太辛苦了。哦，我都流汗了，帮我擦额头。好，擦够了吗？啊，对，好啊，回到举哑铃上。最好保持空间干净，用扫把扫扫地。哦，然后还能用扫把协助伸展肌肉。嗯，这边灰尘蛮多又蛮脏的，来把层架刷一刷。好多事要做，不过看起来好多了。哇、哦，我最好再伸展一下，保持灵活度。现在还得擦地板，把灰尘都弄起来。啊、哦，清洁打扫真的会流汗哎。你知道吗？我还得举重。那就来吧。啊、哦，还蛮重的。我感觉到肌肉热起来了，啊！啊、哦，宝宝，你好可爱哦！好，我们来练习穿衣服，像这样把上衣套过头。哦哦，宝宝，这件对你来说太大了，对，这完全不合身。啊，上衣没了，宝宝，我们要怎么办？我只有二手衣服给你穿。等一下哦，我要尝试这个，我想应该有帮助。在太大件的上衣上剪几刀，这边再剪几刀。好了，行了，我做了尺寸更合身的上衣。不过现在真的要组合起来，这把订书机就很好用。有订书机，谁还需要缝纫机啊？只要沿着上衣两边钉钉针，来试试看吧，宝宝，现在完全合身了。你穿新的小衣服好可爱，真讨人喜欢。啊，这些衣服都不到我的标准。我说啊，你看看这些，不，不行，万万不可。够了，我现在得打通电话。对，这些衣服没有一件好的。好，你来了，我需要定做婴儿服。嗯嗯，宝宝还没有出生，不过我先量尺寸吧。啊，好了了，这样应该行。我需要的应该都有了，我拿一件给你吧。就这件，你觉得如何？我的天哪，这好萌哦，我超爱，彻彻底底完美。宝宝，你看妈妈帮你准备了什么？
好了，我要卖艺的时间到了。我真的需要一点钱，手头很紧呢。希望大家会欣赏我的音乐才华，打点赏。有人来了，哦，太感谢你了。哎，我喜欢你的音乐，来。哇哦，你看已经这么多钱，我要发财了。宝宝，我们居然赚了这么多，你肯定是幸运星。嘿，宝宝，你爱这首歌吧？这是我目前最爱的哦。我希望你跟我喜欢一样的音乐。现在不是我最爱的了。嘿，宝宝，换你了。我给你一个好范例，你觉得这调子如何？蛮不错的吧？好。现在要做什么？等等，有了，我们来听现场演奏。好的，宝宝，摇滚嗨起来吧！宝宝，这很棒吧？你的第一场演唱会呢？太棒了，宝宝，你知道怎么唱？妈妈换你。哇哦！哦，你知道什么会让我开心吗？烘焙。我给你拿这个做什么？用甜椒做点什么？不，哈，哦，也许可以看看这本食谱。从这一页选一道，还是这边？哦，这个看起来有潜力，我们来试试。宝宝，你好没？我们从面粉开始，倒一点进碗里。哦，有一点弄到脸上了。啊，就好，我们需要一点点盐。糟糕，翻进碗里了。太多了，太多盐了吗？应该没关系吧。再来，我们还需要混入牛奶。我来闻闻看啊。哦，这个不新鲜了。啊，我觉得应该没有关系了，只要倒一点在面粉跟盐的碗里。这个数量对吗？这样肯定行了。来用搅拌器混合吧。哇哦，这个好稠哦。也许不是好的稠。我来试试面糊。宝宝，这可不好吃。宝宝，我教你欣赏美食的时间到了。我们分别用调理机打香蕉、红萝卜和苹果，只要启动调理机。哦，糟糕，食物喷的到处都是，我需要帮忙。喂，对，我要做婴儿餐，可是行不通。太好了，几乎是手工做的食物来了，看看我们拿到什么。你看，好美味。今晚真安静，哎，真的太安静了。哎，兄弟，我能进去吗？慢一点，放松点，我检查一下啊。这可不行，滚出去。哇哦，你看看，这可罕见的呢，它真美耶。你还好吗？谁理呢？该来溜进去了。啊，你在说什么？哇哦，这我常听到了。闭上嘴啊，亲爱的，你在流口水呢。啊，佩西，让我来哈，请进。哦，谢了。我超爱我的工作的，也超爱天降钞票。我真有钱，哇哦，真不敢相信呢。停，这太扯了。小心点，可不想毁了头发呢。谢了，你们可以走了，张扬出行最棒了，真的。麻烦，请您进去吧。真美好的夜晚啊，哇哦。您的桌子，女士。谢了，在这边，女士。啊，好吧，也还是不错啦，可不能让他倒胃口呢。我们来点恶作剧吧，移一下这个标志啊。您真美啊，女士，这边是您的桌子。等等，这边就这个位子啊，这比我平常做的还要糟呢。我很有钱，你知道的。哎，服务员，我该坐哪呢？我肚子里面的可饿了，在那边了，在您后面。好哦，这给我的。哇哦，你们的顾客服务还真棒啊，这超赞的啦，超精彩的，肯定出了什么问题，整个不太对劲呢。应该没问题吧，有趣的，我都饿了。哦，这看起来真好吃。真轻盈啊，食物真美味，多来点，这我很可以哦。等等，它那是什么？
味道真香哎！哇哦，你有看到吗？这玩意儿是黄金西瓜吗？这真的是给我的。算了，至少我有的吃。这也叫食物啊？真恶心，真遗憾呢、啊，哈，就像是巨型鱼缸呢。啊，可恶！今天我真幸运。等等，这可不行。这真不错，但我还想要。哦，看起来真棒，干杯！嘿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今天已经洗过澡了耶。但这个真棒，啊，真清爽哎！我最好试试喽。整个立刻后悔了啦。哦，我的头！这啥？哇，妈咪，这我不喜欢。没事的，宝贝，妈咪来处理啊。棉花糖比汤匙要来得好，等不及要试喽。哦，真浓郁，瞧，天哪，真是赞爆了啦！哦，天降棉花糖呢！哇哦，我的最爱。嗯，这肯定会很棒。这最好不是大便，妈咪。是巧克力，这个我可以哦。瞧瞧它，仿佛没吃过高档的一样。啊，吃整天也不腻啦，至少我有水。我超渴的，妈咪。哇，谢了，妈咪。希望没有把我的口红给弄糊啊。这我要怎么喝啊？看起来真重哎，就试试看吧。啊，真不错哎，有够恶心的，这餐真棒啊，孩子，还真不同哎，这真是最糟的体验了。怎么那么久啊？我的手指有够痛的啦。数钱是我最喜欢的活动。哎呀，被纸给割到了，早知道就应该数金条才对。糟透了，哎呦，怎么会这样啊？该来每日游泳了。好啊，这大概不是个好主意，有人可以帮我叫个救护车吗？你绝对不会相信，我还整个历历在目呢。谁有多的零钱吗？嘿，铁砧是不是越来越近了？啊！最好快闪，我逃脱不了了，肯定会很痛的。我以为这只会发生在卡通里。下一位，你得帮帮我啊，医生，你先上吧。谢了，女士们。哦，哎呦，啊，超痛的啦。谢了，女士们，真感谢。可怜的家伙，他真的有够衰的，都脱裤了。我该坐哪儿呢，医生？坐在这边咯。我拿一下工具啊。啊，这肯定很痛的。但我不需要这个。真让我担心了一下。这个呢，通常大家都是痛到尖叫。哎呦，你认真吗？我会治好你的，相信我。不要伤害我，张开点。哦，好吃的。好，不会有事的。感觉好多了呀。我有了。过来这里，我们真该来整白富美的，我专业的，但听起来挺好玩的，瞧这招啊！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你的腿要掉下来了，抓住我，我超怕的啦！哈，继续啊，超可怕的，赶快停下来啦！哦，这可以用一下啊，我喜欢这个点子，别动啊！这个人疯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求他停手，但他就是不肯停。哦，真恐怖，真恐怖啊！你还好吗？哦，我永远忘不了他的眼神，我挥之不去呢。你安全了哈？哦，他来了，我的下个受害者，我是说病人呢。这个小姐在这里，她了，很好，就你了，进来吧。天哪，有了，我给你钱，你替我进去好了。
如果你确定的话，赶快去啦，帮我拿 OK 绷过来。如果我没回来，告诉我妈我爱她啊。真差一点。不要啊，医生，放下锯子啊！有用吗？超有用的，很好，最好再有说服力一点。不，不要啊，这我需要啊，放我走啦！好，我听不下去了啦。No！ 我不会忘记他的牺牲的。救命！救救我！我不行了。等等，你们是天使吗？我只是皮肤好而已。糟糕，他在看我了啦！我不行的，有了，这个给你，你替我进去吧。哦，谢了，这给你的，保重啊。这应该早点想到的。瞧，这是什么？他们整个上当了啦！做坏事有坏报，这两个人准备坐牢吧。真高兴有搜那个垃圾桶，毕竟有免费水果呢。哇哦，瞧，走吧，这真华丽耶，比我们的纸箱还大耶。这什么？我的耳朵，是在帮我们拍照吗？摆个姿势吧。你多重啊？拜，晚点见啊。这真好玩，真棒的一天。亲爱的，你看，来去照相亭吧，有何不可啊？挺简单的，真让我想到员工宿舍啊。哦，真是措手不及呢。来炫富吧，亲爱的，你行的。够了，我们可是订了晚餐呢，得快点了。哦，瞧，我听过这个东西，仿佛箱子里面有狗仔呢。黄金呢？哦，真怪耶。哦，你看，或许该放下头发，这样就好，还有名声得顾呢，超赞的啦，真的，但不要让别人知道。当然，